就是可以渗水的，它的这个材料呢是透水沥青，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实验来展示一下它的这个渗水的效果。我们这个效果就可以达到那个小雨不湿鞋，中雨不积水，大雨不内涝，因为在下雨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在这个路面上散步。